后面的朋友，现在走进渔人码头的朋友，相信你们都还没有吃到东西。如果你肚子饿，赶快来买包子，真的，赶快来买包子。这个包子今天就卖到晚上九点，一时之后烟火挂满都没有了。你想要再吃，就要等下礼拜再来，因为你这个吃到你会留下遗憾。赶快去买这个，你会上场就吃到一下遗憾。如果真的这个讲的是好话，就很自然。对啊，先站了。Thank you.
动啊，那两栋看完动不动？那里啊。Thank you.
青春期都不愿意去过。没地方站。教练是哪个？我没有选。
女的，前女的是去爽。
心，我这个脚下跟。你没有撞到。第一啊，会打中的，第一中的，很好抓。你们怎么是人呢？哪有？刚看哪有？真的。然后我们拍照。
店。哦。然后先给那个。来，要过去桥对面，来稍等一下哦。现在现场这边人出来，过去来一点，再上去，不好意思。过来哟。Thank you.
二三四一，二三四一，二三四。
水老街那边也看不太到了。 Gracias.
早睡。这没关系。好多了。